下我的这个头脑是28岁年纪。哇、wow. 啊，那这一些呢，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上市期间所同步推出。开始玩，像我的小孩以前拿摇杆都很大的困难，对。那现在他开车就是自然的，看到爸爸怎么开车，他就这样开车。跟着怎么开，对不对？所以小朋友现在也会玩。那你刚刚介绍的这4款呢，其实我觉得会抓住女生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喜欢健身，喜欢塑身，喜欢跳舞。他们以前都看男生自己在玩游戏，觉得哦，又在玩电玩，又在玩游戏，不要理他们。现在呢，他们也可以来跳舞，所以也要代表不同类型的游戏，也想吸引各种不同类型的玩家朋友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刚刚大家有看到这个阿嬷呢，大家。